志是我特别替小婷拣的，应该改。小熊，爸妈妈，等我来去是小婷好吗？这麻婆豆腐哦，是思瑶熊爱吃的。啊，那是我亲手替伊做诶。这盘菜内底有妈妈，我对伊爱也够辛苦。哼，小等下来时阵哦，一定要叫伊把豆腐吃了了。小婷，妈妈刚刚看你安尼真来幸福快乐，真正就替你欢喜。而且私用嘛就有在钓诶呢，啊，这娘少年。做济仁院院长，对啊，所以妈你讲，我是咪做干工的。思瑶伊人那巧，而且能力好，搁再讲伊做大心的哦。今仔日本来阮是要去伫个外口的餐厅食饭庆祝的，也毋过伊都烦恼你的身体，今日感冒也袂好势啊，啊所以毋才坚持讲要等下出来再陪你食饭，邀请你跟我做伙分享阮的快乐。这个查囡仔吼，真正就甘心的。嗯。阿姨，小婷晚安。思瑶小熊，阿姨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伊是我的后生小熊。小熊，叫一宝。一宝。小熊哥，阿姐阿姐。思瑶，进来，我来接你下班。嗯。小熊，你现在是在吃妈妈的醋，还是在吃你梦中情人的醋？妈，你哪会这样失去我啦？小熊，妈妈跟你关心笑啦，跟吃饭啦。哇，这澎湃呢，看起来啊，就足好食的。妈，小婷姐，恁哦，得继续放散，这一道好料，我吃袂落给恁的。哦，小熊，你做你食较济咧，姨妈哦，过来对，来，多谢。是啊，我今仔日有准备一个惊喜要给你。啥？咱两个人家就有默契的呢。我嘛有惊喜要给你，为你先讲。钟伟做的婚姻才会当正式结束，也不过在我的心内，你早就已经不是钟伟做的太太，是我江小婷这世人的真爱，是要陪我走后半世人的人。这对破人。是咱的真情密码，也是有特别恳求你，荣升济仁医院的院长。这一个 J 是江小婷的 J， 另外一个 J 是 Jasmine， 对不？嗯。来，我替你挂件。我足欢喜的，今仔日会当伫阿姨、阁有小熊的见证之下，
我相信我这份礼物会更加有意义，更加神圣。目前在台湾也是无多合法，咱两个人只要有心相爱，互相珍惜对方，不一定爱结婚，也会当相知相守一世人。那不够，我要给你我所有一切，代表我爱你的证明。想袂到你会安尼做，既然阮拢已经决定啊，那安尼哦，今日我着做恁两个爱情的见证人。一个嘛，你甲小婷姐结婚的这个时阵，一定要参像今日同款，有尽量水笑容。